大家好，今日就是2月16号星期四，咁啊农历咧就系正月26，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琴晚咧就经过一啲观音庙咧，就见到排晒长龙，咁咧我就喺经过啱啱咧就系呢一个叫做水月观音庙啊，嗰度叫做修顿球场系嘛，嗰度叫做。咁咧就哇，好多人好熱鬧，哇排到咧直情去到即係火車橋嗰度。咁啊，觀音開庫咁樣就唔知大家有冇去借下庫咁啦。希望來年咧，即係今年啦，咁啊大家咧喺觀音娘娘嗰度借咗庫之後咧，就可以揾多啲。咁啊喺我哋呢度財神文化坊借庫嗰啲咧，就大家都希望咧經濟好啲啦。咁啊大家就穩穩定定咧，咁就好啦。咁啊，觀音開庫嚟講咧，就喺香港咧，正月嘅時候咧，都係其中一個較為都好似應該比較都期待嘅一個活動啦。咁啊，見到借庫嘅人咧，其實都好開心，好彩就係天公造美啊，天氣咧都唔錯嘅，咁叫做夜晚都13、14度左右度啦。咁啊，見到好多人喺度排隊，咁啊氣氛都相當之熱炙咁。咁啊，過去嗰一個禮拜咧，咁啊國際上面咧都相當之熱鬧。咁啊，玩緊一個射波波遊戲。咁你又放一个出嚟，我话得闲打下佢，咁佢又话我自己又放，咁你又放，哇都相当之混乱啊！咁啊，即系嗰个世情，咁啊，大家咧都即系有时睇呢啲事件嘅时候咧，大家都希望都唔知系一笑置之好啊，咁啊，定系一个担忧好。咁啊，但系有样嘢，如果做财经界嘅人士咧，咁啊，可能都会较为开心嘅。因為突然間整兩個波波落去，咁射一射落嚟，咁啊又射低咗300多點啊，跟住又400點咁樣，咁啊呢個都係一個預示。咁所以你話嚟講喺年初，咁啊點會好啊？係嘛？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季卯年嚟講，季破巨陰貪，咁啊開始嘅時候咧，好多嘢都唔算好好。咁啊，另外嚟講咧，就一陣間咧就同大家講一講啲玄學新聞。好啦，同大家倾下偈先啦。今日又咁啊，人生感悟。其实了解永恒真理嘅人咧，就唔会为咗任何嘅生离死别咧，会哀伤悲泣。因为生离比死别咧，系一个必然嘅一个程序。若果一切都随他而去，随风而去，便是世间最自在嘅人。其实是非天天都有了，不听自然就没了，是非天天都有，但是不听都是有，是非天天都有，就看看你自己怎样去办，怎样去解决。真正的布施就是将你的烦恼、忧虑、分别和不执着的心通通都放低。如果你是真正是爱他的，这样你就要必须容忍他的缺点。希望你都能够常常地跟自己说，闻到了道法就是最幸福的人。除了这个幸福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因为未曾亏欠过我们的什么，所以大家都不要抱怨。面对死亡，要克服死亡的恐惧，就必须要先接受世间上面所有的东西，因为所有的观念都随着死而去。好了，咁啊，同大家倾完偈啦，咁啊，倾完偈咧，就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少少关于啲玄学新闻，咁啊，都系有好多網上嘅睇翻好多都新聞都鬧得熱烘烘，咁當然啦，咁我哋都會循住呢一個
玄學的角度呢去看一看，咁睇一睇會唔會就係話喺之前咧咁啊曾經預測過一啲嘢，咁係咪比較吻合啲？咁啊同時間咧就因為有啲網友咧咁啊即係留言咧，即係就問一問啲問題，咁我就喺呢度咧就儘管咧花少少時間去解答一下嘅。咁咧就土耳其咧地震，咁啊呢個咧就正正咧就係話。之前咧曾經講過啦，今年就八災連連。咁啊，當然啦，咁好多人都會話：師傅，咁年年都有好多災禍啦。咁但係我哋就強調咗一樣嘢咧，喺2023年嘅災禍咧，其實係比過去一啲日子咧係較為嚴重或者大型。土耳其今次嘅敍利亞嘅呢個地震咧。就其實是80年嚟咧錄得咧係最大嘅一個災害，土耳其都聲稱咧係建國以嚟咧係一個最慘烈嘅一次嘅一個天災咁。咁所以嚟講咧，就喺大家都希望唔好呢啲咁嘅災害咧就發生啦，亦都唔好希望咧有太多人命嘅一個傷亡。咁如果大家相信玄學或者我哋參考嘅話咧，咁有時呢啲預測咧，其實好啦，人哋都會問，咁有咩作用咧？咁好似紐西蘭嚟講咧，亦都係預咗8年嘅水災，咁啊水災咧造成好多嘅破壞。咁其實呢個預測嚟講，其實點解經常我哋都講咧，係作為一種參考性嘅一個資料。咁譬如好似你紐西蘭或者土耳其等等呢啲地方方位咧，咁喺流月嗰度咧話俾大家知咁，嗰個方位可能會出現一啲唔好嘅嘢，咁大家咧就會參考一下，咦？譬如我去公幹啊，譬如我去旅行啊，甚至乎有啲人短期嘅留學啊咁樣，咁或者探親都好啦，咁會唔會就係話咁我哋停一停，諗一諗，或者將個時間壓後咧咁。咁所以咧就係話，我哋去攞咗呢一啲玄學嘅參考資料之後咧，其實就係做一種咧，就係喺決定你嘅做事嘅時候咧，係多一重考慮咁樣。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有網友都留言啦，哎呀，世界咁大，咁點樣咁？咁當然啦，咁我哋都會參考好多玄學嘅師傅，咁佢哋喺唔同嘅節目裏面咧，都其實都會提到係相關嘅一啲，譬如話九宮飛星嘅地理方位啊，咁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咧，咁大家要多啲注意一下，咁啊多啲留意一下，咁啊希望嚟講咧就話將嗰個大家要出行嘅時候咧，就平平安安咁解嘅啫，咁樣嚇。咁當然啦，咁好多嘢大家咧就會先或者會揾師傅睇一睇嘅流年嘅八字啊，我適唔適合今年去旅行啊，或者邊一啲方位比較好啲啊，甚至乎嚟講咧就話可能都會有啲唔好嘅嘢發生，但係咧相對嘅影響力咧係會比較低咁。可能你譬如好似去到某國咁，你買啲假嘢翻嚟，可能咧就損失咧就300-400嘅啫咁。咁呢啲嚟講咧，亦都叫做破財擋災咁樣。咁好啦，咁喺網上都係鬧得熱烘烘嘅其中一個事件咧，都係嗰套我哋叫做紀錄片啦，給19歲的我咁。咁因為有網友咧就留言咧，佢就話：，太陰化科咧，究竟喺今年嚟講就係四化啊嘛。咁我其實喺去年嘅時候咧都講咗四化。咁但係四化嚟講咧，我所涵蓋咧未必到咧，未必可以講話個範圍好大。咁但係你都提過，因為貪狼化嘅同娛樂圈有關係。咁好啦，咁我哋都喺呢一度咧花少少時間咧，同大家分享下少少心得啦。嗱，首先咧，我哋要理解咧，就係話有人就會講話，喂，太陰化科係咪女人嘅是非啊？咁其實科星嚟講咧，就其實唔可以即係講是非。如果你紫微斗數咁，咁相信大家都比較認同啲，因為科星嚟講第一樣嘢咧，就講首先就講名譽啦、明星啦，甚至乎考試啦、科甲啦咁等等。咁啊，跟住我再了解呢個星嘅性質啦。咁啊，太陰嚟講就即係月亮啦，咁啊代表即係女性。咁其實女性化科嚟講係代表咗啲係有名氣、有名聲、亮麗嘅女性先。嗱，第一我哋要咁樣去理解呢一樣嘢。
咁跟住第二樣嘢嚟講咧，就係話喺貴破巨陰貪裏邊嚟講咧，個流年咧，其實每一年都係咁樣嘅。嗰、那個四化咧，係唔係單一去睇一粒星？點解咧？其實貴破巨陰貪有四化喺呢度，咁四化涵蓋嘅範圍梗係好廣泛啦。咁包括咗意象啦、垂象啦、物象啦、氣象等等。咁好啦。破軍化禄，我曾經都講過，破軍化禄本來一件好事，咩叫好事咧？咁佢代表咗乜嘢咧？咁啊，代表咗呢個運輸界啊，啊，甚至有少少掹車邊嘅旅遊界啊、軍警界啊、紀律部隊等等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就要將呢一個四化咧係串連啊。咁啊，如果大家網友咧，有玩開。赌马仔都知道啦，咁可能你咧就拣一只马，跟住咧就拖三只马咁样去买 Q 也好，买三重彩都好，即系咁攞个比喻。其实嚟讲咧，喺呢个四化当中咧，我哋要睇呢一个化禄啦、化权啦、化科同埋化忌咧，系要将佢串连埋一齐先可以完整啲去解释。因为咧，如果要讲一拖三。嘅嚟計咧，你乘翻嗰個喺嗰個範圍裏邊咧嚟講咧，就話首先嚟講你貴嘅破軍化禄，咁就跟住然之後將呢一個貴破巨門化權咧兩個合併佢去解釋，首先此其一。咁跟住嚟講咧，就係話呢個破軍化禄，再跟太陰化科。咁然之後咧，又會斷到另一啲嘢出嚟。咁破軍化禄，再加呢一個貪狼化忌，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斷到更加多嘅嘢出嚟。咁好啦，咁好似當初我哋喺去年嘅時候就講咗啦。咁原來嚟講咧，就好似喺網上咧有一個流傳嘅新聞咧，就係話喺好似喺警隊有一個課程裏邊，一位教官咧好似無手無腳咁。咁嗱，呢啲咪就係屬於呢一個破軍化禄再加貪狼化忌嘅一個異象出現啦。咁啊，後來呢單新聞咧就好快咧就大家就唔係好留意咁樣。咁係咪會喺今年之內咧就相關嘅一啲範圍咧都會出現呢啲咁嘅異象啦？咁啊，大家會即管去留意一下。咁我哋今日再集中講一講咧，就係太陰化科啦，同埋呢個貪狼化忌，點解會係我哋會係講出呢、這、一個影，即係娛樂圈嘅一啲可能埋一啲是非啊，或者甚至一啲醜聞啊咁啊等等咧咁。咁其實如果大家咧回顧翻我之前所講嘅咧，就會更加清晰。咁咧就唔喺呢度再講啦。咁好啦。太陰嚟講係田宅主，亦都係財帛主。咁啊，太陰咧就係話，亦都係叫做一粒叫財星咧咁。咁啊，財星嚟講都有幾粒噶喺呢一個紫微斗數裏邊咁。咁啊，有呢個天府啦。嗱，天府啊，主要係講係收藏嘅，即係話你賺到嘅錢係擺入個紅寶仔裏邊咁啊，係天府咯。咁另外嚟講咧，就有貪狼。咁啊，貪狼咧。咁有啲書寫係呢一個正財，咁有啲書寫係呢個偏財咁樣。咁另外嚟講就係廉貞，亦都係帶有呢個有少少偏財嘅一個性質。好啦，呢個田宅主，咁田宅主嚟講咧，咁我哋講佢呢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形態咧。咁如果喺人方面係屬於乜嘢咧？係比較固執。亦都嚟講咧，亦都係比較上嚟講咧，係主觀嚇，帶有一種比較自我嘅一種性格。咁點解喺呢一個好多有啲書咁形容咧，就話喂太陰星嘅人嚟講咧，咁尤其太陰化忌咧，更加適宜去修養自己嘅德行。咁如果我哋喺呢個流年嗰度表現咧，就係話。你會發覺到有好多女性好靚麗啊，有名氣啊，有明星嘅人嚟講咧，佢表現都係十分之自我啊，好執意啊，甚至乎好主觀啊咁樣啊，甚至乎咧就係話有時自己錯咗咧，都唔知道自己錯喺邊度啦，咁引人哋指出佢有少少錯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喺度咧就會砌詞去駁辯。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即係會出現。咁好啦，其實嚟講，若果再喺呢個行業裏邊再細分咧，太陰其實係屬於影視傳播，因為佢本身嘅五行就屬水啊嘛。
咁嚟講，傳播業都係可以係水嘅嚇，電影亦都係水火嘅，即係一個行業。咁其實咧就好明顯嚟講咧，就係、是、關於一啲喺影視啊、傳播啊、電影啊、電視啊嘅界別裏邊咧有名氣嘅女性先。咁啊有名氣嘅女性嚟講，亦都可以話喺今年裏邊咧多咗好多女性嘅一啲叫做影視界嘅人咧，會有享有一啲榮譽啊，一啲明星啊咁出現咁。咁如果你話我哋冇乜懸念嘅對呢個楊紫瓊咧，咁可能喺金像獎裏邊咧，係真係會攞到呢一個最佳女主角嘅一個榮譽。咁呢個亦都係可以話係太陰化科嘅一個異象嘅預測嘅出嚟嘅一個結果。咁好啦，咁好啦，但係《貪狼化忌》咁，我哋又同《貪狼化忌》一齊去睇。咁啊，《貪狼》咧，咁我經常都會講啦，就係話或者對啲學員都會講，《貪狼化忌》最簡單噶啦。咁我哋叫做咧係學玩樂之星玩嘅細路嘅物品啊，即係小朋友嘅物品啦，貪欲、貪念，乜都想要。咁當然啦，咁化禄就梗係好啲啦。化忌亦都唔話唔好喎，但係咧就化忌咧就自我消散啦，同埋呢個比較執意上面少少。咁啊，有時形容嚟講，一啲男性嘅貪狼化忌坐命宮嘅人嚟講咧，我哋叫火麒麟嘅。咁啊，而且嚟講咧就好辯啦，甚至乎嚟講咧就比較喜歡誇大一點啦，講嘢咁嚇。咁啊，貪狼化禄就有少少唔同喎。咁啊，貪狼都代表咗乜嘢咧？咁啊，貪狼啊最簡單，我哋都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桃花。咁啊，大家咧認為呢一粒咧就係大桃花嚟嘅。咁啊，另外嗰粒咧就係呢個廉貞啦。咁啊，太陰啊咁等等。咁啊，另外有富星啊，有咸池啦，咁啊有天姚啦。咁啊，六全星咧都可以帶有桃花性質咁。咁啊，亦都係代表咗呢個財星，咁我都要講啦。咁啊，貪狼嚟講咧，好多時就係因為一技之長咧而賺到錢。咁啊，有啲啊認為係屬於一種偏財。咁啊，總言之係財星啦。咁佢代表咗娛樂事業啦。咁啊，貪狼咧係可以話咧係比較彪悍少少嘅，亦都化忌星嘅時候嚟講咧，好多時候咧就係話自己做錯一啲嘢嘅時候咧，都會一個砌詞去狡辯。做事咧就膽大妄為，咁啊，因為貪狼咧又都係屬於呢個水木啦。咁如果你話喺呢個物象裏邊嚟講咧，亦都可以話係啲酒店啊、旅館啊、飲食嘅地方啦。咁啊，亦都係帶有娛樂性咁樣。咁啊，太陰化科再加貪狼化忌咧，咁可以話咧就係話代表咗有一啲好有名嘅女性啊，喺娛樂圈嘅界別也好，影視界別也好啦咁樣。咁啊，因為咧可能咧就多咗好多一啲是非啊咁樣。咁啊，因為貪狼咧亦都可以話係一啲化忌星咧，亦都係可以話係惹到好多一啲是非嘅。咁啊，但係我哋就係話咧個範疇方面嚟講咧，都係喺影視娛樂方面會比較多。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嘅解釋咧，我哋要將呢個太陰化科同埋呢個貪狼化忌咧，咁樣一齊咧合併嚟去解釋咧，可能會較為完全少少。咁樣好啦，因為貪狼化忌咧，亦都係多才多藝啦。咁但係化忌咧，就可以話咧有少少做嘢有啲 tricky 嘅，少少古惑嘅，或者走遮面嘅情況會出現。因為咧依家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已經見到網上好多人咧就將呢件事咧人也好啦，事件也好啦，咁啊揭露咗好多事件出嚟。咁但係真與假都好啦，希望大家自己去判斷啦。你知道網上都好多消息嘅，都未經 fact check 噶嘛，係咪？咁好啦，太陰化科同埋貪狼化忌就講到呢度。咁啊，另外上個星期都講過機文啦。咁啊，機文咧就提示過咧，就係呢個喺西貢咧，咁啊可能喺今年會發生一啲唔係幾好嘅災難事件。咁啊，正正啊，琴日定前日嚟講咧，就因為有一位玩滑翔嘅人士嚟講咧，就因為咧就飛行失控啦，
咁啊，亦都最終係不治嘅。咁我哋當然啦，咁啊唔希望呢啲咁嘅事件再有發生。咁啊，甚至乎嚟講咧，就話如果大家可能要進行水上活動啊，甚至乎去西貢呢啲地方嚟講咧，要多加留意、多加注意啊。因為咧嗱，西貢咧就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地方嚟嘅，浪茄亦都有啦，藍蛇尖啊，好啦。咁啊，大家去行山啊，食下海鮮嘅咁樣。咁啊，如果喺呢一個喺旅遊嘅時候或者進行一啲活動嘅時候咧，會更加小心，因為基文提到咧就單單即係提到好清晰嘅提到呢一個地方，咁所以嚟講咧就大家就算喺嗰邊工作也好啦，喺嗰邊做生意也好啦，或者賣海鮮也好，或者去嗰邊玩滑翔也好啦，咁希望大家都會多加留意，咁啊將嗰個安全系數打到最高咧，玩又玩得開心，食又食得開心。好啦，玄學新聞啊，都仲有一單喎，咁啊我就冇抽落嚟啦，咁啊順帶講一講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偷香油咧就連續咧就發生咗三單，咁我都喺度咁講啦，喂唔好偷香油啊，偷香油嚟講真係有得你受嘅，咁而且呢啲叫做香油錢嚟講咧係攞嚟供奉神明嘅，係不可侵犯，咁亦都可以咁樣講，唔好話淨係偷香油啊，偷錢亦都唔啱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即係要注意一下，甚至乎嚟講咧。我想是或者一些廟宇啊等等的地方呢多些提示或者警戒啊，咁啊會同嗰啲人講，但係可能咧嗰啲人都唔會聽嘅，因為都唔知點解佢哋會偷唔偷，即係偷出香油錢咁樣。咁好啦，玄學新聞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就第二節翻嚟咧，再同大家講另一個主題。